你抓我了。大林子为何在跑男中的地位日渐卑微呢？这么可爱的林林，凯哥你也下得去手？接住了。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，小编一时语塞。Baby， 你被抓了吗？我被抓了。被抓了。你也被抓了。有点快，三嫂。咱仨太废物了。哈哈哈！看到这儿，只能心疼你们三个五秒钟。小猎豹终究是你小猎豹，虽然身材依然并不具备杀伤力，但实力还是存在的。看，我们蓝队今天绝对会必胜，因为我们是赞助商的颜色。那你就错了，我们是安慕希里面波波球的颜色，所以我们两个应该合在一起。走开，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人。啥玩意儿，打广告要不要这么直接？陈哥最终如果还没凯哥的成绩好，这段真的是对不住赞助商金主爸爸，坐等陈哥表现。走，抱起来，抱起来。完全被带飞。大黑牛果然不是盖的，说赞助商看来真的只是为了广告。凯哥你脸疼不？透过镜头我隐约看到沙爹的表情，一脸慈祥但又不想参与的样子，笑死我了。